就底下写着手脚的脚脚店，那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客栈，它有点像现在的汽车旅馆这样子。那很多的书进京赶考的书生，他不是很富裕，所以他会住在这里面。中午晚上就模拟了有一个人还在那边念书啊，可能他明天要去考试，临时抱佛脚。脚店的门口也会有一个叫欢门彩楼，彩楼欢门这样的一个像霓虹灯一样的古代的霓虹灯的一个招揽生意的这样的一个构建。